Eric 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对，他最近在新建一个建筑物的装潢，对。那我角色很难转换，就是那个装修工人跟一个 artist 啊，所以比较寡言一点。好，这个这片土地，这片土地充满了木头。好，好吧。我们突然为什么在台北变得寡言起来了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干嘛啦？没有。好，我们唱歌好了。对，唱歌。对，我们上次在台北是 Legacy， 对。Legacy， 对，我难听我发音的，突然闭车一下。有多久？有啊，有一个多月了。真的吗？是哦。还是你很充实，都没有感觉时光飞逝。没有吧？上次在你们店啊。哦。10月30号的时候。既然有很多那个什么世事难春。哦。对，有不插电的，对。虽然我只去弹了两首歌。好，唱歌。不插电，我们会变得很温馨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在念诗啊。对。啊 ，OK。